三天了啊，三天了，共党完全没有消息，马上去给上面汇报，就说不是我们不跟他们合作，是共党完全没有诚意与我方合作啊，合作破裂的责任完全不在于我方，全部在于共党。去，舰长，您非逼二哥亲自来谈判，您不就是不想谈？你别再跟我说了，我就是不想跟他合作。要不要撤去？去去去去去去！幼稚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问你，什么时候了？是讲个人情谊的时候吗？你讲个人情谊，他跟你讲了吗？嗯，我们都搅他们这伙人多长时间了，多少年了，你还不了解他们这伙人？那可真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！啊，厉害，我承认他穆子龙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真跟他们合作，先不说能不能一起打着日本人，他们做大那是肯定的。到那个时候，谁是最大的敌人还不一定呢。大车的轴，军长，咱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有什么可怀疑的？鬼子可是侵略者。他们是侵略者啊，他侵略我们了。那他们现在只是占领了城市，这广大农村还不都在我们手里吗？万一共产党做大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地盘就不保了。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可是现在在抗战，别废话，现在去上级汇报，就说共党没有诚意与我们合作，我不让夺上胶东地区抗战大局，快去。报告局长。啊，舰长，心里写什么？穆子龙答应来了。二哥，啊，二哥愿意亲自来谈判。大哥，既然二哥答应亲自来谈判，说明共党有诚意啊。您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把误会给他解释清楚，您跟二哥之间的恩怨也能做个了断。了什么了啊？这说了就能了吗？他穆子龙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他是那种吃过亏还能咽下气的人。还真敢亲自来啊！别想着我呀，大哥。二哥愿意来，肯定是为了抗战大局。二哥，那共产党讲人，咱得讲义啊。大哥，当年先军长的事儿，您只要面对面给二哥解释清楚，如果二哥不原谅你，那我去说他。军长，现在是抗战。对。我耳朵不聋，我都听见了。咱们哥三个有多长时间没有坐在一张桌子前过了？来了，啊，如你所愿，人家来了。
还不准备准备去？咱得好吃好喝，杀鸡宰羊，好好招待人家，不能怠慢人家。快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丁部长，到，过来。是。学长，你把那鸡给我放下。你真来农村过日子来了？你信不信一脚把你踹鸡窝里去？周部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二哥一会儿要来，给他准备点他喜欢吃的。哎，那个子龙来干什么？这是你该问的。我不就觉得他们兄弟俩有点小恩怨，我就瞎操心，瞎操心。你什么意思？小看军长。我告诉你。自从日本人以来，军长就把家眷从天津接到了烟台乡下，还把队伍拉到了农村。这已经表明了他的抗日态度。我二哥可以为了抗战大局亲自来谈判，我大哥为什么不行？我不就觉得你们兄弟情深义重吗？哈，不是，那您忙，您忙，你忙。他亲自来，这穆子龙可不简单呐。反正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，他穆子龙已经不是当年的穆子龙了，可我还是当年的我。他这回要是做大了，很有可能我们以后不会是他的对手。他这上面写着下午三点来是吗？是。丁部长。是。我们下午要开的可是鸿门宴，你今天要是做饭增，我肯定不做项羽。醒了吗？醒了。作为一个副大队长，喝点酒就闹事儿。我告诉你，牛大胆，只要再有一次，你马上给我离开这支队伍。啊，我错了，哥，不喝，再也不喝。行，坐吧。坐呀。大胆这个人你也了解，爱喝点酒，嘴上没有把门的。但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儿，他说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大哥，我跟大胆儿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的脾气我太了解了，
可能是这几次战役打得太苦了吧，他心里不痛快，我不怪他。那天我做的也特别不好，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战士的面跟大胆起冲突。通过这几天的反省，我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大哥，我向您保证，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。雷神庙这一仗，我们确实伤亡惨重，但这次战役的失败，绝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个人。我们无论在兵力上、武器装备上，和小日本差得太远了。我知道最近队伍上有不少战士，状态消极，士气低迷。这可不是个好的现象。我们作为一支队伍的领导人，必须想尽办法鼓舞他们斗志，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。这是一场关乎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役，我们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必须面对，宁可战死，不能吓死。你说对吧，大哥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哥，那马天驹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，就你跟政委你们俩去肯定不行，队伍都集合好了，咱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大哥，要不然带上我跟大胆吧，人多好办事啊。你们俩呀，好好的帮我把家看好，别再添乱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哟，回吧，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喝点去。嘿，你们几个一会儿把枪里子弹装上带好，眼色放亮，看我眼色行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孩子，一定要把信儿给我传过去，告诉他这是鸿门宴啊。注意安全，快把枪毙。好，快。这马千驹不是像子龙身边也没有樊哙，这可怎么成啊？二哥，这次你愿意亲自来，我跟大哥都特别高兴。对吧，文昭兄，今天子龙的安危，合作能否达成，全记在文昭兄身上了。长人杰，两军合作最重要就是信任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我会保证我二哥的平安。二哥，大哥在等你。我们兄弟终于又见面了。子龙啊，你对我真的有太多误会了，军长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自从军长蒙难，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怀念他。今天是你我兄弟重逢的大日子，我特地把军长也请过来了，让他亲眼见证，看我们兄弟俩又重新坐在一张桌子前。言归于好，消除误会。
军长，二弟，你想的真是周到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去。蓝军长，目前的局势我就不多说了。日军是我方的敌人，也是贵方的敌人。大敌当前，贵我双方从前的事情就暂时放下。马军长在信里也同意联合我方共同抗日，今天咱们就商量一下联合的细节。请留步，请留步，咱们啊分头去走啊，筹集的越多越好。好，不然的话日后还得给日本鬼子纳税交粮，凭什么呀？是，拜托啊。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去。啊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啊？辛苦了，爹。啊，行了，丫头。联合抗日。好啊。我也曾经这么想过。那细节呢？怎么个联合呀？既然要联合抗日，那贵部就要接受我军改编，编入我军队伍，受我节制，行吗？马军长，之前在信里我说得很清楚，贵部我部只是友军，节制一说从何说起啊？你们共产党不是刚刚接受中央改编成为八路军了吗？你们的上级都能接受改编，那你们更应该接受改编呢。不接受改编怎么办？你们与我们分庭抗礼，那叫什么联合呀？我党早已承认国民政府合法，国民政府也已承认我党合法。如果是国民政府改编我部，我们没有二话。但贵部只是一支地方武装，改编我部一说无从谈起，那就不要谈了。我同意接受改编，那之后我们就是马军长属下的一支部队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理应享受同等待遇。马军长，您看是不是应该给予我们同样的军饷、同样的装备？要装备，等接受了改编再说吧。我虽然一直在乡下，但是对马军长装备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。之前我哥在队伍上的时候，就经常从国外走私武器，进口德国的装备，这个渠道一直没断过。前不久这日本人都进来了，你们不是依然从威海港走私了一批德国造吗？那批装备别说我部区区几千人，就算再增加几千人也绰绰有余。想改编先提供装备，先接受改编再给装备，不提供装备就让我们接受改编，那不等于是要我们的命吗？秦老板，秦老板，猴子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不老说马军长身量不抗日吗？现在有个大好事儿，要抗日了。真的，马还能假吗？他正跟穆子龙俩谈判呢，要一致抗日，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钱老板，我送你一个巴结马军长的机会如何呀？你快说，如果能巴结他，你免得整天在村里逼水逼捐子。子龙啊，你刚刚又提到了钱军长，我不瞒你说，你不在的这些年，我每每听到钱军长三个字儿，我都激动不已。可以说，没有钱军长就没有过马前军的今天，是钱军长提携了我。军长啊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我二弟他自从坐在这儿，就一直与我针锋相对，一点不念兄弟之情啊。穆子龙，你就在你哥哥眼皮子底下，你就在你哥哥曾经的部队里，你在这讨价还价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你哥哥吗？嗯？我哥这个人啊，就是太善良了，轻信了你这个白眼狼。为什么要杀我哥？为什么要杀他全家？不是我，我没杀你哥。没杀？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没杀他。当着我哥的面说，你看着他说。我看着谁说我都没杀。我不承认。我就是没杀。哈，他死。那是他自作孽不可活，谁让他勾结共党啊？谁让他不听中央的话？他的死是他自找的。哼，我没，不是我干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说过了。穆子龙啊，挺厉害呀、啊，我剿你这么些年，我都没剿灭你。今天你自己亲自送上门了，你胆儿挺大呀！你死到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丁部长，老丁，你干什么？你们把人都给我放下！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把嘴给我闭上！再多说一句，军法处置。马军长。你以为我俩轻车简从过来就没有防备吗？子龙今天的地位诸位应该都清楚，雷神庙一掌，全烟台乃至整个山东都知道他抗日将领的美名。咱们这次谈判往来的信件现在已经躺在多家报馆，只要我俩出一点意外，明天全中国人都知道马前军在民族蒙难、抗日形势万般危急的情况下，却调转枪口杀害了抗日将领穆子龙。马军长，你就等着把自己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吧。你说完了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！我最烦的就是你！我告诉你，想当初我应该一枪就崩了你，早早的崩了你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，我大哥就不会有今天下场，都怨你！明天，
哈哈哈！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我马千军就这么目光短浅。我先说现在的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先把你们给解决了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再说了，啊，我把门一关，谁知道这房间里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我就说你穆子龙，你挑起内斗，你要谋杀我，你想谋杀我这个抗日将领，你想谋杀我。在烟台各界的眼里，哎，我马某也是一个抗日将领，哈哈！你要谋杀我，是你要谋杀我。那你倒是动手啊！报告。邢如甫他们来了，跟他们说我没空，我正办大事呢。他们坚持要见你，军长，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。他们瞒着日本人偷偷给咱们运送物资，咱不能得罪啊。把他们看住了，我很快就回来处置你。军长来了，哎呀，马军长，哈哈哈哈哈！久违喽，久违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远迎诸位啊！这怎么都过来了，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这里面正开着会呢。诸位，先到我那边办公室坐一坐，好吧？不客气，马军长。听说您现在正在跟穆子龙谈判，商量两军合起来打日本鬼子，这个可是好事儿啊！啊，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恭迎其盛呢？现在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，这是我们烟台市民的幸事，也是烟台有史以来的大喜事啊！军长啊。从今往后，您可将名留青史了。名留青史，你也是大好。在里面正谈着呢啊，那个诸位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来了，您家。马军长，马军长啊！我带着大家伙儿给您道喜来了。听说马军长跟穆司令正在谈判，要一致抗日。哎，大家伙儿都说，到底是没有看错马军长呢。这不，大家制作了一块匾给您送过来了。哎，恭喜你们二位合作成功，在抗日的战场上。大展宏图啊！先别，不是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我们一起见证烟台的大事件啊！大哥，不管怎么说，协议已经达成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让咱们三个兄弟从今天开始一心抗日吧。抗日啊，当英豪吧！
走。嗯。刘叔，要不然就跟我一块回去吧。我就不回去了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再说你身边也不差我一个，再说我在这儿啊能起点作用。我怕他怀疑你。没事儿，六叔镇得住他。你倒是赶紧快走，要不然他后悔了，六叔可没第二块匾了啊。那您自己小心点。好的，快回快回快回。走吧。六叔，他来乡下了，那出云呢？我不太清楚啊。你跟我说实话。那个女人她废了，她后来染上了毒瘾。马建军在下乡之前把老婆孩子从天津接来，就把她给扔了。扔哪儿了？你说马建军啊，好歹跟了他两年的女人，你怕太太看见，你给他俩钱儿，你安顿一下。我问你到底扔哪儿了？他把他卖了江淮书玉了。队伍下乡之前，江淮书玉老板来了，说出云性子烈，不接客，还有毒瘾，他养不了，要退回来。马前军没干。我估计江淮书玉他也待不了了。快回去吧。啊，回吧。我想去趟烟台。干什么？找一个人。谁？你现在是一支队伍的当家人，不能再率性而为。我很清楚，我是名党员，我是队伍的当家人。可我也是个人啊，他以前救过我，他现在出了事儿，我明知道，我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？我偷偷去，偷偷回，肯定没事儿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不能同意。这样，我联系咱们在烟台的同志，让他们帮忙寻找。出云不认识他们，就算见了面，他也不会跟他们回来的。你就让我去吧。你别着急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不用想了，安去。你们现在都不能去，烟台现在全是鬼子，悬赏通缉共产党的告示贴的满街都是，你们去不是送死吗？俺最合适。俺不是共产党，而且路俺也熟，出云认识俺，俺一定能把他带回来。娘，俺明天得出趟门啊。你干啥去啊？妇救会组织的，去邻村参观，看看人家的识字班是咋办的。哦，去吧。你们呐，真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哪像我们那会儿啊，啊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。那种人，一天不抽大烟就活不下去，就被我们老板赶了出去。赶了出去？嗯，估计就去了大戏院找他原来的班组，这以后的事儿就不清楚了。哎哎，你开门，我还没问完呢。赶了出去。大爷，吕班主他在这儿吗？大爷，走了，都走了。
哎呀，女班组，好人呐！那，您见过八岁红吗？哎，八岁红，漂亮啊！那扮相，那嗓音儿，好啊！哎呀，都走了，都走了。去找呀！哎，两位兄弟，知不知道哪有烟馆？这是大嫂，住店嘛，两毛钱一晚上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现在满城都是日本人，要不一毛钱也行。您知不知道哪有烟馆啊？是。他不是个东西，看他吸上大烟了，就把他卖给了妓院。妓院又看他接不了客，把他撵了出来。是子龙他不放心，就让我去了趟烟台，把他找了回来。这不是怕您不愿意吗？临走的时候就跟您扯了个谎。
哎呀，你现在可真够能的啊！你不得了啊！你不就多识两个字儿啊？把你能的，你都敢骗娘了。这世上有捡金捡银的，这还有往家里头捡祸害的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他苦命，你命不苦啊？啊？自打你嫁给子龙以后，你过上啥好日子了？哎，我说的这些，他别人听不懂，你心里还没数啊？啊？以前跟子龙那些事儿，你心里清不清楚？咋的？你把他弄回来，想让他跟子龙再粘到一块儿吗？娘，娘，我听说我姐真的把初音接回来了啊！太好了，去！哎，你不能去，干嘛？你是有老婆的人，哎，那玉凤她心里边只有你，她是为了你才把这个女人救出来的。你要是有良心，那你就不能看她。娘，初音毕竟是救过我的命，现在人家出事，我去看她也不行吗？她说了，她不见你。我不信。你不信？行，你不信你去问问她。如果娘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就得死心塌地的回来跟玉凤好好过日子。这是两码事。是。